哇，又中十块，又中十块了。又中十块。对啊。哇、哦，你运气那么好、啊。我现在两张十块啊。六十块。OK， 买完姜母鸭，买完姜母鸭要去加油了。这家姜母鸭我以前买到，老板外带话，车子停门口，老板会拿出来给我。已经买到太熟了。哇，这人先来这边。再来，老板啊、哦，我那个中油配货油券要先用掉。哦，好啊。对，票券管理。我两张哎，一个50块，一个10块。一个50块哦，那50块。两张你可以一起用吗？还是要分开？票券应该是可以一起用。好，那我们先加60看看。好，可以。两张票券，我上次来他们还是跟我讲说，票券不能跟储值卡一起用。不过有人跟我讲，一般应该是可以用啊，无所谓，反正用掉就好了。现在这个车道比较好，我后面比较不会有车。你按下去。好，第二个。先用一张啊、哦。对对对。那我现在的话变成，啊，就等于说你，我先用50的。50的。那10块怎么办？然后再加10块的。啊、哦。变成说他只能用一张了。对啊。对啊，那里面你帮我解。我还是我再另外再用那个。所以你。我再付现或刷卡好了。你是，条码支付嘛？是接力卡嘛？对啊。可是我是中油配的嘞。啊，一次只能一张，可是这找麻烦啊。这刚好上次加油抽中一张10元的电子油券。因为我刚刚是加60啊，所以它折抵50，然后还有10块是十块付现好。付现好，对，付现比较快。然后再帮我跳停，没关系。我两张袂使做零用啊，我两张袂使做零用。我唔知，我加在计住啊。我先用一张嘛。我加我怎么加60啊？对吧？啊，就十块啊。哎呀，我试看卖，无这个硬干呢。应该是会使的，人讲中油配花加这油做零。我之前是拢独立加50块。啊，我顶边抽中一个10块。对啊，我想做零用，阿姨讲未使，我见你试看未使，我付现就好啊，我见，哎。我那边就要跳停呢，那边，那手机又被拿走了，没关系啊。现在50块解决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再来，再来我要跳停，中油配用储值卡。好。哦。OK， 现在剩一个10块的。中油配储值卡的接力卡。哎。然后人家跟我讲可以一起用，人家说可以一起用。对对对，别的加油站的、啊。我跟他逼他说，他可能先用一张啊。对啊，不晓得，因为有人跟我讲可以一起用，不过反正没关系，可以用掉就好了。哎，那你怎么没再帮他加10块？没有啊，10块他是那个，10块给他，10块给我加60啊。对啊，50加不是还有一个10块的抵用券？没关系，下次再用掉就好，下次再用掉就好。对。照理说、啊，让人家他们都不错，他们还抽到10块，我抽 N 次了，通通明显恢复。我抽3次啊，3次中。840掉停。好。好。那就可以。再一次就可以。嗯、好，我跟你讲。哇，又中10块，又中10块了。哎、欸，老板。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我又中10块啦、啊。又中10块。对呀、啊。又中10块。对呀、啊。哦，你运气那么好、啊。我现在2张10块啊。60块、哦。对啊。下次再来啊。好，拜拜。这个
他就不会送一百了。没有那么多的吧？啊，恭喜恭喜！有啊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接下来是去麦当劳，今天要买麦当劳买十元冰奶茶，麦克鸡块买一送一，害的十元小鼠，十元小鼠在的德莱树十元小鼠。我有请人要换哦，十元惊喜冰奶茶，跟那个四块鸡买一送一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十元小鼠，好，等一下换。十元小鼠，然后再一个德莱树十元小鼠，总共两个小鼠，然后一个小冰奶，对，小冰奶去冰，好，然后在那个四块麦克鸡买一送一，也帮我按个兑换哦，好，谢谢，花了79块，冰奶茶10块，麦克鸡块49块，然后小鼠10块，再加小鼠10块，这是79，麦当劳点点卡。薯条刚起锅，小冰块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年终奖章，中油配10块钱的加油券，我可以拍第3集了吧？